抽到千只不知道怎么组队。其实灵命千只的配对真的很少，千只的首选配对肯定是岩 C 队，而且岩 C 必须能创造岩造物，那么就只有5000宁符了。如果你有一等，那么宁光可以换一等。这个配对目前是千只最舒服的配对，也是千只目前发挥最好的配对，整体体验还不错，尤其是千只的快速切人。当然这也是将原来队伍中的阿贝多换成了千只而已，不过千只的伤害确实还不错。如果千只是一命的话，那么宁光就可以换成一些其他的颜系了，例如纳维亚和女仆。如果灵命想和纳维亚组队的话，可以这样带个钟离和班尼特，不过要注意输出手法。开局纳维亚战绩接大招，钟离开盾，班尼特大招接战绩，千只开大点按战绩接普攻，吃六命班尼特打火伤产结晶，然后纳维亚开炮，纳维亚再普攻五次开炮，第二轮就重复操作即可。可能满命班尼特成本比较高，不过想要灵命多产结晶就只能这样了。纳维亚还是非常需要班尼特的攻击力的，灵命和女仆组队的话，可以直接把班尼特换成水神，或者直接换五郎走纯岩，整体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。千只如果没有异命的话，基本就是绑定钟离的，所以另外一种配对就是千只和钟离组队，另外两个人混搭，比如弧形中带千只，或者是加夜兰和浮浮，或者夜兰换萧公。如果千只一命的话，也可以钟离换五郎，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些配对了。这就是千只目前的一些配对及配对思路了，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，拜拜。